是。现在在九局上半，场上投球的还是林家伟。刚刚我们也看到牛棚还是有其他投手在做热身呢。我现在陈冠任上来打，还是由林家伟呢来面对他。偏内侧的坏球，现在球速呢形成了一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这个球是一个偏低的坏球，现在球速形成一好两坏。联盟的安打王陈冠任，今天在前三次上来呢出现过一支的安打。球塞到内角，结果肖健的好球代打者没有出棒，现在球速的变成了两好球两坏球。陈冠任对这个球有点意见，我要问一下主任裁判。今天到目前为止，两队其实安打数差不多，一个是九，一队是九支，一队是十支。陈冠任目前球速的是两好两坏，在九局上半向队进攻。Oh no, here we go。三垒审判定没有出棒过半。对打击的陈冠任呢，还有继续攻击的机会，现在形成两好三坏了。我最后是有收棒，不过已经来到了临界点。两好三坏，这个球结果判定是好球。主审思考了一下之后的判定是一个好球，结果打击的陈冠。